敬爱同事张小姐，有你才哦，阿公阿婆欢喜又安心。因为阿婆亲口留的不卡，她有安全感。陈阿姨为了照顾她，三不时的咪要煮好料给阿婆吃咯。妈妈，哎，妈妈，爸爸，爸爸，我出去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喽。来到底下不看人，老工作两片无闲的鱼，有的时间咪需要照顾夫妇人的天数，创造二点零上下合作盘。